人修仙，本就是逆天而行。何不随我堕入魔道？你天资不足，下山去吧。灭灵根，真的无法修仙吗？区区筑基修为，我怎会与你结为道友？实在可笑。肉体凡胎的烈灵根也能修炼到结丹，可惜你就算天纵奇才，今日也要陨落了。你天资不足，烈灵根实在可笑。谁说凡人不能成仙？百年苦修，若不飞升，又成凡胎，值得吗？别再卖弄幻术了，我道心坚决，生死不悔。冥顽不灵，那我就成全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君宁。我对仙侠传其实是蛮有向往的，尤其是那种玄幻的世界。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拍过这样的古装，所以就觉得其实挺有趣的。整体的制作团队都非常非常用心，就真的有让我这种哇、wow、的感受。《凡人修仙传》其实是修仙小说的鼻祖，所以我就挺好奇的，想说这款手游到底会是怎样。结果看到游戏画面的时候有点惊呆，因为它的颜值真的很高。它是一款超真实高自由的修仙手游，《凡人修仙传》里面它除了剑修、魔修之外，它还有法修跟体修，原汁原味的修仙体系。所以喜欢修仙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。我韩烈，十岁离家，入七玄门，拜墨师，修长生诀。那时忽然间触他，风起七玄练古雅。呼，有多少传说后话，曾劳烦岁月记挂。把心染动莲花，探索天道真假，得一场仙缘一造化。从此刻摒弃了尘世牵挂，如举世生杀，他突破照亮这天地之大，踏进逐风与你千丈万法。他还细数过凡人命中的落差，生死荣辱
885岁化神飞升，法力全失，转而炼体。他造风舟又掷下阴风吐血绿生杀，淬炼出一分之渣，缴获了多少惧怕。借风骨与天地斗法，斩去牵挂，得一场命运的赏罚。算不清恩怨和尔虞我诈，是人心复杂。他突破丈量，这天地之大，他将诸风与你千战万法。他还细数过凡人命数的落差，生死荣辱尽消纳。后来他以风雪披挂，去鸣沙，去鸣沙，璀璨那一刹那，最翻过的云吧，修道不凡风化，痴心难耐是无暇。凡人不凡是传说里的他，这一生跌宕起伏多俗化，他轻声岁月甘换这半生荣华，故事里百战厮杀，换路作声九绝重华，是谁漆黑晚霞似过出了佳话，是天机的繁杂隔绝所有牵挂，千年凡一念之差。烈灵根真的无法修仙吗？凡人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，何不随我渡你一道？